Mr. Burrows, I'm afraid I bring sad tidings. 在战争中失去妻儿的美国内战士兵卡特，无意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传送到火星上的未知世界。由于引力不同，卡特变成了力大无穷、弹跳如飞的超人。他发现这个星球此时正陷入严重的内斗，战争一触即发。You killed him with one blow. 卡特的超能力更是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的传奇。I believed it's something new. 这是一场周旋于公主索利斯和其他物种之间的战争。地球上战火纷飞带来的痛苦已经让卡特无心恋战，但几大族群都将他视为能够拯救火星的关键人物。那么卡特会选择站在谁的一边？他又能否放下过去，担负起保卫这个星球人民的重任，拯救这个水深火热的星球呢？